据媒体报道，36岁的萧书慎最近积极准备复出，有消息称香港导演云翔相中他33C 的诱人身材，以380万元台币的片酬邀他主演新片《同流合污》，但他却表示已经推掉了。萧书慎称该片走艺术风，有全裸、四 P 等露骨演出，他不希望复出作就脱光，也担心全裸会遭封杀，只好婉拒，改接电视剧《回家的女人》，饰演离家十年欠债的可怜人妻。